很多人会很快的，就是看过这儿就走，看过那儿就走。我不太喜欢那样，我更愿意把自己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，然后去享受。漫游就是像当地人一样去生活。哎 I can shoot here. 呀嘛！感觉这个孩子呀，不过如此吧。哇！好酷的。就是你去看到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人，真的特别好。I'm so kidding. 很像我姥姥。遇到的每一个我们有过谈话的人，都会说祝福你 ，Good luck， 都希望能够获得幸福。27岁，能够和自己拥有这个约定，希望你能够遇到更好的自己，也希望你会遇到美美的爱情。哦，妈，还有，天哪，不会吧？会不会缘分来得很突然？